家好，我是布灵姐。先生们、女士们、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，想体验真实的物理效果吗？那我今天要介绍的这款模组可以满足你们这个愿望。我们先随便找个地方，就这个猪圈好了，挖掉围墙不会直接消失，而是变成了各种碎块。方块说：“我裂开了。”模组链接我会在视频结尾放出来，想玩的可以自行去下载哦。怎么样？就感觉这还是 MC 吗？无论什么方块都会这样，包括沙子，就连火把也会碎掉，还有这个门也是一样。把 MC 玩成拆迁游戏，感觉还不错嘛。此模组还有其他的选项，比如我把这个选项打开，就会获得一个连锁反应的效果。等会儿你们看好，我先找个比较合适的地方。除了沙子以外啊，其他的也是一样的，就比如这个悬崖，看我如何一剑弄它的，直接碎了一地。有了这模组，我都省得装连锁采集了，采集速度也是非常快，这些掉下来的碎石头对我们本身是没有伤害的。接下来我放了 TNT 试试会不会炸出很多碎片、就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场景啊，我要的是各种碎片飞溅出来的场面，一定是 TNT 放的不够多啊，再多放几个试试，这个一定可以。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啊，就是电脑有点卡，顶不住啊。作为一名伐木工，必须得掌握一剑砍树的技能。这个草就比较特殊了，它不会裂开。目前我发现唯一一个不会裂开的方块就是 TNT 了。现在打掉方块掉落的碎片不是很多，但我只需要把这个模型数量拉满。你们看好了，是不是感觉碎片明显变小变多了？我再把模型大小拉满，就更离谱了，直接变成四的大小。接下来我要玩个大的，在模型大小拉满的情况下，用 TNT 把这房子炸掉，看看会怎么样。游戏直接卡死了，可还行，太恐怖了，电脑根本顶不住。想体验这款模组的可以去此链接下载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是和末影龙过不去的布灵布灵灵姐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